这里呢有位爷爷。爷爷，他也看不到是不？爷爷，这衣服看起来是很久没换过了呀。大哥屋了就你跟爷爷两个人了吗？我在街上里面读书。在街上读书？啊。哦，下面还有人住。嗯。那爷爷他平时听不到、看不到你们两个跟他交流哎？那个附近耳朵里面了，是就听得到，眼睛就是看不见。就说你们平时靠什么收入？平时啊？嗯。平时干活噻，干活噻。种点庄稼拿下去卖，这个手核桃那个包谷青椒就是这点，核桃包谷青椒、哦、这个一年就一季，收益也不高吧？收入不高，收入一年是5000块钱。那平时这些卖了开销够自己生活费吗？你们平时多久能吃一次肉啊？有时候三四天吃一顿肉，有时候一天吃一顿肉。有时候每天也可以吃到，隔5-6天，就下去了才买肉上来吃。哦，对对对。因为没到过年，过年杀了猪就能天天都吃肉。哦、你是说你下去？赶集的时候，然后要把你爸爸背下去。啊，有时候要背下去，有时候背上了，眼睛看不见，耳朵看不见，听不见。你要把他背下去了，然后再背上来。对呀、啊。背下去给他看病，还是说？嗯。那一般下去是当天回来吗？还是说会？当天回不了。隔两天。隔几天。这个怎么背呀、啊？你一个人背还是说会几个人轮流换着背？有时候我自己背，有时候要邻居就帮我背。邻居一段一段。邻居帮忙的话，就说会就是纯帮忙，不会收取其他费用什么吧？没有。嗯。就说邻里之间关系还是特别好的。是啊。
就是平时把爷爷背到背上，然后下的时候会比较害怕，还是说下的时候比较害怕？下面下去喝吧。下去的时候，不太能扶得住是吧？然后人是往前倾的，下那个九十度倾斜的是怎么下呀？这样子一往后退，往后一头一步退下去。哦，就是人反过来退下去的。哎呦天哪！对于大哥来说呢，平时的时间都是很休闲的，最痛苦的呢就是上下山爬这个崖。我觉得最让我佩服的还是背着爷爷爬这个崖。给你点赞。